到了，耶！搭不同班机来的。有什么大惊小怪？大惊小怪！到了，头发什么乱了？两个身为马来西亚人，但第一次来惹到。这个人也是第一次来惹的。加乐摸摸茶，拜。游客也来旅游，想要房卡呀、啊，我们要去check-in的酒店了。哇！Journey Eleven Pro 系列的代言人，走吧。姐姐在这边，她手上就拿着。Realme 11 Pro Plus 最新的这个手机，大家看到这个设计嘛，中间为什么开了一条缝？可以看到那个是编织的那一个设计吗？这个设计来源呢，就是因为 Realme 这一次就跟了这一个 Gucci 的编织还有面料的这个设计师合作共同打造的。然后你看，大个一点，这个椅子都有相同的元素，不过这个是绿色，这个就是 orange 色这样子。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可以让整个手机有一个提亮的感觉，时尚感拉满。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椅子是谁设计？我。来海边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现在接近就来要夕阳西下了，你看到吗？超级多人的，而且今天的天气还算是可以。对，其实没有到特别特别超开的。对，但现在是很凉爽的。这个呢，就是讲这两亿像素搭配四倍无损单镜变焦。售价不超过2000块嘞，也太佛心了吧！Morning， 去吃早餐。我的钟，他还是多个钟。吃完早餐呢，然后就要马上回去了。开心，昨天就整个发布会结束了，是很特别啊，觉得在海边办这个发布会。希望下一次有更多这样的机会。OK 啦，这个 vlog 就到这边啦，拜。